们有一个亚洲联盟的活动，刚好有一个加拿大的人来，他就主动跟我提，五年后是不是在台湾也办一个大型的 data 的一个活动，三千人，所以呢，五年后就是十年 GDP 十年的时候，所以今天呢有机会，我先下次可能挖一个大坑给高村长跳下来，大家一起跳下来，因为如果是一个三千人的 data 的一个活动的话，那是会非常非常大，很多的事情在五年后就会改变了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OK， 我们谢谢彭博士哈。